因为很好奇啊，欣欣，比如说妙妙本妙，能不能分析一下啊，本人就是妙妙和系统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什么样的？自己认为的一个妙妙和系统啊，我觉得系统它有一点点，就是说是，如果要用一个词的话，相爱相杀吧。嗯。如果要展开来说的话，就是超级多，他又是那个要那个制裁他，有时又要约束他，要给他布置很多任务，同时他后面也会怎么他，又不能说太多，又得说，你说这怎么说？就是相爱相杀吧。哇，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好像面对那个系统的时候啊。是吗？自己还有谨言慎，我要谨言慎行。这位会 yes ok。 有什么是我们都会的吗？我没有会，你就跳，我跟你跳。啥？好，可以胡，你会啊？我不会啊。 yes ok。 哎，超越要不要带领一下？哎，你带一下。我不会 yes ok。 什么谨言慎行？我又不是青春有你。哦对对对。你心里在想着谁啊？一下得罪俩。刘大哥包袱不要这么重。哇、wow。